超萌，四岁男童动漫季办初音。啊！是什么活动，竟然能让新爆红的宅男女神鸡排妹及台湾萌娘奈奈口一起出现，让摄影师们按快门的手停不下来，甚至还要骑到人头上抢镜头。原来这是 Animax 动漫频道昨天起在高雄星光三月左营店展演中心举办两天的动漫季活动。第二年在南台湾举办的动漫季吸引近千名动漫迷朝圣，早上11点才开展，不少动漫迷10点不到就聚集在百货楼下。活动现场不但播放近期播映的热门动漫影集，还有让动漫迷体验的声优动漫配音室、旅途咖啡屋以及车体绘制动漫角色的痛车展示。当然啦，动漫活动一定少不了 cosplay 咯，许多动漫迷为参加活动精心打扮。我是扮演播音鬼的冲点种子。我是 IB 的 Gary。 我是 B 家的龙体巡音。看看这个年仅4岁的小男童安宝贝扮演的初音未来是不是超萌的啊。今天最后一天，现场除有奖征答外， coser 比赛也将加入才艺竞赛，还有越接近展览结束的时间，可别忘记捡便宜。厂商表示将采一样都不留的策略，要让所有动漫迷满载而归，将商品统统带回家。东新闻高雄报道。